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6月23号晚上8点，跟我女儿吃完饭出来溜达溜达。米拉打个招呼。嗨。米拉打个招呼。嗨。我后面呢有很多小朋友，一大家出来玩，安全起见呢，我带我女儿就不过去了，我们反方向走。今天美国的确诊人数也超过30000了，我们这个州呢确诊是27个人，算比较少的一个州。我们转了1个小时了啊，出来溜达1个小时了。你俩打个招呼。嗨。